大家好，我是小凯老师。我们今天呢要带大家来逛街，因为很多人都告诉我们说，哎，女人我最大赏那些得奖非常厉害的商品去哪里买？超难买啊，是不是？我们也不方便说啊，但是今天就带大家来逛逛好用的商品到底哪里找得到哦。走。好的，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开架的美妆店，对，你家楼下附近就有。看看，哇！哎，老师，这个，你看这个，哇，那是什么？这个像冰沙，对不对？这个超可爱，哎呦，好乖哦，冰沙，对不对？超乖的耶！我跟你讲，这个超厉害的，嗯，这个呢是一个来自荷兰的品牌，然后他们家用的都是很天然的成分，水果啊，然后一些植物的配方，然后呢，它是专门来针对你的这个身体做去角质，哦，比如说你背部长痘痘有没有？夏天那个手穿短袖，你的膝盖、手肘该逼，对对，老师你太了解我了，怎么了？因为我从怀孕到现在都是黑的，都没有去过角质，因为我就想说。啊，不想不知道要用什么样天然的东西啊，我也不敢去啊。我们现在看一下质地好了，要挖一球果冻，好香，很香，这是他们的那个很有名的那个火龙果，火龙果白茶。然后来试试看方宇的手，它好冰哦，很冰的，对对对对。然后呢，你在按摩的时候，你就觉得它的颗粒啊。很绵密，有没有？它这次呢是我们女人我最大赏的这个最佳身体的清理赏，清理赏，去角质吗？对，因为呢，你看哦，它的颗粒啊，不像一般那种劣质的颗粒，是那种有棱角的。对对对对对，它这个是不伤肌肤，所以你在按摩的时候呢，不会刮伤你的皮肤。真的，而且老师是不是像我们就是会接触到宝宝的，也不能用太化学的东西？没错，对，就是还蛮适合我们嘛。对，先用这个喷雾。代替水，哇塞，哇塞，你看，哇塞，那这边就是那个细嫩的感觉，对，然后那边就比较暗沉，而且完全不会过敏，哎，完全没有，因为产后妈妈有些体质会改变，其实有时候会变得很容易过敏，对，它完全不会，好嫩哦，超级嫩，完全不敢，又回到少女的样子，对。接着下来，我们来看看微如。是的，感谢女人我最大，怎么了？还有女人我最大大赏，就是我相信很多各位观众朋友们都是陪着我一起成长的，是是，谢谢欣美姐，怎么说呢？上教主，还有各位老师，制作人，是怎么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来到女人我最大之后，真的要感谢我们制作人，你应该要以身相许。我们现在缺少矮个的胖子。那个模特兒就会常常来换衣服嘛，然后后来之后又变得发型嘛，然后现在发质也顾得非常的好，然后皮肤也是以前也是就是烂痘，对，然后到现在对，我获得你有那时期，是不是有那时期，对不对？所以就是来到这边之后就发现哇，成长了很多。那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皮肤上面，就是没有什么可以用的。没有可以改了，对，就是皮肤方面，就是在身体方面，就是我比较少示范到的，就是身体清洁，对，那像是像很欢迎啊，对呀，可以脱毛，健身的浴缸，可以把浴缸拿来脱吗？我会有个问题，就是有些那种去角质的啊，因为夏天嘛，流汗很多，所以就想要去角质，但去角质有些又太粗了，就是你去完会觉得皮肤就刺刺的、痛痛的，被磨掉一层，对对对，对，然后有些又会太细，细到就是你用完没感觉，要再洗一次，就是怎么还是一样，那没有什么感觉，对，所以我就想要请老师介绍一个，就是非常好用的，它到底要粗的还是细，中间刚刚好的，所以我们就推荐他那个最佳身体清洁爽。而且它有很多口味，是不是？对，还有很多口味。那它这次得奖的是那个火龙果白茶，对，好好闻啊，好闻，很好闻。这个品牌来自荷兰，好像果冻，对对，它其实很像冰沙。夏天的时候呢，其实很适合先放在冰箱的时候，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就会冰冰凉凉的，非常舒服。
然后你现在可以摸它的质地，它是一个锁水聚合物，然后是圆形的，所以呢是很舒服的，它就可以呢帮你温和的去代谢你的角质。那因为还有火龙果跟白茶，火龙果是非常棒的抗氧化成分，对，对于暗沉有改善的作用。白茶呢，它的多酚也可以帮我们改善暗沉。然后重点是它味道真的真的非常好，老师可以闻它，一打开就爱上了。很疗愈的味道，对不对？好棒哦，因为它真的很温和。因为这个品牌其实它最有名的就是它所有添加的成分几乎都是可以吃的，好哎，对，所以这也是它得奖的原因，推荐给你，太好了。